點解人哋直播有得用呢個效果，我冇嘅？唔係啊，點解啲人直播有得用用效果嘅？我冇嘅，點解而家？阿婆攞個枕頭俾我，你可唔可以我房攞個枕頭俾我？你等一陣，好樣衰啊！人哋點解做 live 咧可以有直播，可以唔係可以有啲效果嘅？點解我冇嘅？等我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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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我婆婆攞枕頭俾我。咁佢遮住我把聲咯。喂呀，好霸住我，邊個好霸住我啊？好霸住我。救命啊，我婆婆喺度捉緊我懶音啊。佢捉緊我懶音，捉緊我咬字啊。啱啱係咪有人留言啊？幾時先可以見到我唔化妝？我而家咪冇化妝，大家睇我樣。你哋喺做緊咩啊？我一齊錄個婆俾阿婆，阿婆。你而家係有八十個人望緊呢個樣。喂，我開緊 live， 你知唔知咩係 live 啊？但係你又企到俾我影過，好得意啊！好啦，大家好。喺呢個禮拜，今日係禮拜幾啊？婆婆，今日禮拜日。禮拜六，今日禮拜六咩？今日唔係禮拜日咩？今日禮拜六，今日禮拜六，大家喺度做緊咩啊？大家喺度做緊咩啊？我打咗計啊！我阿婆唔跳舞啦，我阿婆上次肯同我跳已經好叻噶啦。咩阿婆？我阿婆喺度煮緊飯。我咧啱啱係咪係咁覆你哋啲問題嘅？即係我諗諗下，不如我開 live 啦，因為咧我咁樣答法咧，我又會洗咗你哋啲 IG story。點解要攬住個枕頭？因為我老師，我睇覆你啲問題先。When to try movies？ 哦、oh, ，went to the movies。哦，去睇戲。哇，我想話咧，小維尼與我好唔好睇啊？有冇人睇咗維尼與我？我想睇維尼與我啊！好似我阿婆喺度捉我，我阿婆咧一路喺度見我留言咧，喺度佢不停咁樣咧捉我啲懶音同埋咬字。你教到個我字啊？喂！我啊，我 OK， 我啱啱咧錄音不一口話我，之後佢就話唔係我係我，之後我一講啱咗個我字咧，然後佢就拍手話我讀得好聽。等先，我覆翻你留言先。我睇先，我 OK， 我今日有人生日 ，China TSU 6066生日快樂！練琴嘅朋友大家好 ，Naked。我傷風了，食藥要好翻啦，快啲！睇先，會唔會 save life 啊？即儲存低呢個直播，有陣時都會嘅。哇！我把聲做咩？睇先，我覆唔切你啲留言，對唔住啊。Hello Yanki，I'm Christina。Hello， 等少女時代出到11周年嘅啦，少女時代已經。睇先 ，Hello everyone，love all the way from Malaysia。Hi。Hi all the people, all the fans from Malaysia。 再睇先，睇先，我睇先。喂，我睇唔切啲留言啊。Sita 你好 show 二頭肌。嘟嘟，睇先。全民運動噶，做運動。睇先。我呢條毛咧好煩。我想講咧，我以前中學吹頭啦，然後咧。攝咗去風筒嘅後面，然後扯到得翻咁短啦。咁然後佢就冇再撐長過啦呢一集。I'm fans from Los Angeles。啊 ，hello，hi。
我想講我上兩年之前，一年之前去 LA 學跳舞學咗成個月，係我好開心嘅一個經歷嚟嘅。放心，我錄低咗。Yeah， 有冇試過雙峰？梗係有啦。Winnie the Pooh is very good 啊。Yeah， 我好中意 EO 啊 ，E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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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緊咩？今日係難得我肯俾自己放假嘅一日，所以我今日係喺屋企插滿電。我是馬來西亞的 fans， 超愛你，多謝。哎呀，我整跌咗啲嘢添。你有問題問我，問我，問我。你好，你好 ，nice come back， 我哋。啊，我都好想再去，但系咧要儲錢啊。Hello from Australia， hi，how are you today？ 叫火雞姐一齊，火雞姐唔會出嚟嘅。Hi dear，hi。我婆喺入邊。好搞笑！你相唔相信地球真系会有一班人突然之间唔见咗？嗯，皮肤好好，唔系啊！我想讲我今日咧喺屋企执屋嘅时候咧，俾个柜撞淤咗呢度，即系我企喺个柜前面企咗十秒，我谂紧发唔发脾气咯。之后唉，算啦，唔发脾气啦，之后就闩咗柜门。但系而家呢度肿咗，好痛。I'm Jessica. Hi Jessica. Hi. Your drink Kiki Dan is really good. Thank you. 其實本身我都冇諗住玩，因為我驚，我驚咯，我驚，我驚啊！然後，但係最後都玩咯，因為我覺得雖然香港冇人玩，但係我要做第一個玩嘅。雖然我都唔係第一個，我唔知道自己講咩而家。想同你出嚟打波。如果你撞到我嘅話，我係會同你一起打波噶。點解要攬住個枕頭？婆婆很可愛。你會唔會跳 K-pop 㗎？我以前有跳，不過而家少啲咯。Love your Kiki challenge。Thank you。可唔可以約你食飯㗎？嗯，難啲咯，因為咧我連自己啲朋友都好少可見到一次嘅，因為我係一個超級工作狂嚟嘅，我係。連分配時間俾啲 friend 都分配唔到嘅，我係嗰種一班 friend 裏面成日會俾人鬧嗰啲 friend， 邊種咧就係成日做嘢，連出嚟話食飯都冇時間嗰啲死人頭嚟嘅。所以反而如果你真係好想見到我，唔使啊。我反而如果你真係好想見到我嘅話，可以去有陣時我嚟緊會有嗰啲聚會啦，或者我出歌嘅時候嗰啲分享會，你可以嚟嗰度咪見到我咯。你有冇呢個準備㗎？冇，因為我唔想俾人捉走。唱首歌啦，好難聽，我唱歌好難聽。會唔會 say live？ 佢好似會自動會儲存㗎。哎呀，咦，好想見到我，快啲！我下個月出歌嘅時候，你哋嚟我啲活動啦。你右邊額頭本身都有少少凹咗落去，我咧喺呢兩度特別突㗎，所以有陣時打啲。燈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呢度唔知點樣凹咗咁樣。是我的生日，生日快樂！港島區有冇你教跳舞班？冇啊，我冇喺港島度教啊。如果先，哇，封唔切！我生日係3月10日。Hello Yanki 老師 ，Hi！ 我好中意睇你跳舞，多謝你哋啊！分享會太多人啦，我唔想見到咁多人。嗯，咁睇我哋會唔會有機會有一日係熟到可以出嚟食飯啦？不過就真係我都唔知道自己會唔會抽到時間。有陣時我係有少少病噶，我係好唔中意同人相處噶，其實，所以我就係中意自己一個多啲。馬來西亞，哇！真係好多好多朋友喺馬來西亞噶喎。不過我真係揾次有機會嚟馬來西亞啦。不過你哋要等我一陣，因為。要完成埋今年嘅工作先，因為今年都有啲忙。打招呼 ，Hi， 姚俊亨，死啦！邊個姚俊亨啊？佢有冇花名啊？我驚我係識你嗰個人，但我唔知佢全名。生日是10月15日啊！你好，點解會突然之間開 live？ 因為咧，我喺度答緊你哋嗰啲問題，答，不如喺開 live 答你哋啲問題咪得咯，咁樣就咁就開咗 live 啦。好想學跳舞，學啦！而家係咪素顏？係啊，咁大個黑眼圈都唔係素顏就死啦！睇下先，太高音，
太高音？冇 makeup 都咁 beautiful， 梗唔系啦。你睇我见面我个鼻里边，算啦，我阿婆喺度话我核突噶啦。我阿婆成日都话点解我要整我自己咁核突，其实我都唔知道。丁肯 ，Hello，Hello。哇，点解有啲人想加入我个直播视像嘅？查看先。何少伦，玩嘢啊，何少伦。坐到几时啊？都停下。我谂下年啦。Jason，Hi。Hi。做 YouTuber 有冇$10一个月？哇！我即如果做 YouTuber 咁容易就可以有$10一个月，香港人就唔使努力做嘢啦。做 YouTuber 梗系冇啦，我都想啊。丁海恩姐 ，Hi， 屋企系啊，所以个枕头系做咩？你估下？你好，你好，李尚超嚟，唔系咯，唔系咯，暑假冇去旅行，冇啊，因为去旅行好嘥钱啊，冇钱去旅行啊。打咗几耐拳？2年多多啲。Jasmine， 我认得你，我梗系记得你啦。我点会唔记得你啊？你最近好嘛？好开心睇你开 live， 我都好开心你睇我开 live 啊。不过唔紧要啦，得闲同我倾下偈。我尽量时间复你好唔好？不过有阵时我复漏咗你，你唔好唔开心啊，因为我都好忙噶，因为对唔住，下次。我会尽量一有时间就复你，放心。好靓啊，咁错食屎啦！何少伦肯定系玩嘢，话俾你听。你哋唔使 take it personally， 我净系同我 friend 讲嘢。做乜唔着衫？我有啊，有$50一个月，梗系冇啦。大家唔好美化 YouTuber 呢样嘢，即系特别系其实我都唔系一个做得好好嘅 YouTuber， 梗系冇$50一个月啦。我要睇你跳 pat pat 舞，睇下啲片咪得啦。是啦 ,Jason, 讲得啱啦 ,YouTuber 其实是可以的，不过在香港就真的难啲咯。嗨，咁多位。阿亨喎。你讲阿亨咪得咯，大佬我都唔系见到佢超多次，你话佢系姚俊亨，我梗系唔识嗰个姚俊亨，你话亨我就知道。佢因為係幫開達仔佢哋，佢幫佢哋二達一齊 jam 開嘢噶嘛，我哋好耐冇見啦，霍家姐 ，hi， 霍家姐 ，hi， 我可唔可以私信你啊？私信喺邊度私信我？等先，中意你，中意你，中意我，香港人好唔團結。其實唔係，我又唔覺得好唔團結嘅，只不過我覺得大家都喺度經歷一個轉折位，適應緊個心態去調節，到底每一件事去點樣去睇咧？所以我覺得呢一代嘅人面對住嘅一啲困難同埋思想或者衝擊比較多，係需要啲時間去睇清楚每一樣嘢。唱歌，我是個叉烏肥友，哎呀，我是個叉烏肥友，哎呀 ，OK 。靓女仲有几啲 ？No way，No way， 系咪有细佬啊？有啊。不过咧，你话你知道我忙，所以唔会逼我复你。我多谢你嘅尊重啦。但系你有啲咩可以照同我讲嘅？知唔知啊？你忙到连开 live 嘅时间都冇。其实又唔系，我又唔系真系讲大话嘅。即系有啲人话吓，点会冇时间啊？你抽时间咪有咯。去到有一个位，其实真系会忙到。連飯都唔記得食，連要做嘅都唔記得做，或者簡單傾一個電話嘅時間都冇嘅，唔知點解，或者可能係我有病啦，我個人。我 friend 話你人格分裂，我係人格分裂㗎，其實佢係你師兄啊，你箍緊啊，係啊，箍緊啊，你媽咪都係叫 Yanki， 嗨，你打波好勁，唔勁啊，廢㗎，真係廢㗎，廢㗎，廢㗎。Instagram 嘅私信，因為 keep 住都會有新嘅人去俾我咧 ，send 過嚟俾我咧，咁我成日都會 miss 咗啲信息，或者我想覆嘅時候已經揾唔翻沉咗底。我如無意外我都會盡量睇啲信息同埋盡量覆嘅，但係咧，因為有陣時咧，我一覆 Instagram 嘅私信嗰啲咧，我真係要坐低，我要用幾個鐘嘅時間去逐個覆噶，咁所以有陣時我真係未必覆到咁多個，但我一定會睇咯，我應承你哋。
点样可以好似我咁身材咁好？我身材都唔称得上系好啊，不过我自己就成日做运动咯，会咁同埋，如果想有多啲线条，就做多啲负重运动健身会好啲。你想约我打波？如果你喺街度见到我，然后想同我一起打咧，系 OK 嘅。但系咧，如果贸贸然咁样约我去打咧，又好奇怪。因为如果你约我打波，我又同你打波，咁然后有好多好多人约我打波，咁我又唔应承佢哋，咁我咪唔公平咯。所以如果你喺街上撞到我咧，就过嚟同我一起打啦。但系如果而家咁样约，我又好难应承你噶噃。我几多岁？24岁。做藝人真的很辛苦，其實我又不覺得辛苦的，會累，但是我又不會覺得辛苦，因為始終是我自己很想做的事啦。特別是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落手落腳落力去做去付出的時候，我會覺得很值得的所有事。不過累就真的會累的，特別是有時候 我只有一個腦，所有事情都只可以靠自己，是有些困難的。覺得你好有正能量，同同齡嘅人識諗好多，又唔好咁講。可能每個人喺佢人生嘅步伐或者學習到嘅一啲位置，每個人都唔同。可能我係早啲去到嗰個位置，然後已經意識到我原來我自己人生想做啲咩，想目標係啲咩。咁有啲人慢慢可能遲啲29、30歲，或者有啲人到40歲先個燈膽先嘣一聲出咗嚟嘅。咁但係嗰個過程係幾耐或者？是怎樣，或者人人都真的不一樣，所以就我都是當然希望我可以用我以往的經歷或者得著可以幫助到身邊的人啦。所以我都不即有時候有你們會想、覺得你很識想或者，但其實我都不希望你們這樣想，只不過、我只不過去到我人生那個位置真正找到自己內在，然後去接觸回個外在，咁呢一個位係每個人都一定會去到嗰個位嘅，咁所以我其實唔係特別早噶，即係你話叻或者渣，好多人比我更加叻添，咁所以知道自己有叻嘅地方、好嘅地方，就用嗰啲地方去幫助身邊嘅人，咁就夠啦。對唔住，我好長氣，好，我覆翻其他問題。現場彈吉他，唔係我未學識啊，睇下先，飯可以唔食糖水食得啦啩？我連飯都唔食啊，點會食糖水呢？Where are you? I'm at home. 你可唔可以依起拍啊？很難過不能來你的分享會，可唔可以扁嘴啊？咁我口水添。火雞姐咧，火雞姐成日拍拍片，啲口水肥曬出嚟，對唔住。沉底，今晚喺屋企食飯做乖女。其實我每一日都係喺屋企食飯噶，我唔出去食飯噶，我每一日都喺屋企自己煮嘢食噶。就算我出去做嘢都係。帶飯出去俾自己食噶，因為我唔中意喺街食嘅，我都唔，我從來都，我冇乜娛樂噶，其實，即係可能你覺得好多姿多彩噶，我冇乜娛樂，我唔中意喺街，我淨係想，我淨係中意喺自己間房裏邊，有知道嘛？至少好型，唔型噶，你冇俾我呃到。不過前排我做咗個訪問係打籃球嘅，你哋可以睇啊。有工作壓力搞到情緒低啦。有盡量令自己開心翻，其中一樣就係睇 IG post。Jasmine， 我想講咧，近排如果個工作壓力令到你情緒好低落嘅話咧，係唔需要逼自己夾硬要開心翻嘅，因為真係需要，你都真係需要時間去過渡嗰份情緒，同埋你去調整翻自己內在噶嘛。所以其實我哋唔使刻意話唔得，我唔可以唔開心，我一定要好開心嘅。但係反而你去正面去面對自己內在嘅嗰份感覺、嗰份難過。然後真係等慢慢自己去 get over 到，咁你就自然會有翻啲動力，或者好啦，我冇事啦，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咯。所以唔好逼自己開心啊！我都會噶，我都因為工作壓力好大，我會唔開心，我情緒好低落，我會喊，可能會好多頂唔順嘅。咁嗰陣時我唯有放鬆，整自己乜都唔好諗咯。但我唔會夾硬逼自己要開心嘅，等慢慢俾啲時間自己消化咗嗰件事，然後真係。有翻動力啦，先去做唔同嘅事，去鼓勵翻自己咯。所以加油啊！粉絲籃球會，哇！遲啲先算。同男朋友一齊分咁多年，分咗手會可惜。其實咧，可惜就一定會有嘅。但係我同佢都好清楚大家需要嘅啲咩啦。咁同埋，如果你真係好想知道咧，我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再講啦。但係我就費事再講啲好 personal 嘅嘢。
你记得我，你记得 Kara， 你要记得你应承我嘅嘢，知唔知啊？可唔可以用火鸡姐嘅身份嚟直播？我而家会唔会再教节目？会啊，我 keep 住都有教 workshop 噶。我婆婆好得意，系我婆婆好得意。我系咪住大埔？系啊，打招呼，嗨，银欣吓死我！有冇试过唔开心到想自杀？好耐以前有啊，好耐啦，中学嘅时候咯。做自己就够啦，唔使令人讲乜。嗯，我觉得适当地做自己咯，即系又唔可以依赖做自己就哦，我做自己我系咁咯，唔理啊，总叫我 fuck 佢，唔系咁样嘅，都要尊重其他人情况底下去做自己，因为做自己其实都有技巧嘅，我觉得就同埋如果。即又不想很刻意說我要做自己，因為其實如果你是真的在做自己，你不需要跟別人說你在做自己的嘛，那所以順其自然啦，即自己開心跟著回自己想做的事說的那就 OK 啦。還有 最大的一件事都要去學會怎樣尊重身邊的人。我婆婆很有趣，是我都覺得很有趣，我姑娘姑了50,000了，勁肉赤啊，現在都未給完啊。火雞姐幾時出新片？星期三。成績有點差，有點懷疑自己以後能做什麼。咁你最近嘅成绩又点差？咁你之后都可以改变翻噶嘛？你而家怀疑自己可以做嗰啲，以后会做啲咩都系正常嘅，但系至少又唔好太过怀疑，因为我好肯定你仲可以更加努力啲先嘅，睇定啲先 ，OK？ 你两首歌我每日都有听，期待第三首。我八月中就出新歌啦，大家记住要听。有冇去过荷里活广场？梗系有啦。我冇钱噶，我如果我好有钱，我就一早出咗我嘅个人专辑，跳拍咗一首好劲嘅跳舞 MV， 做咗好多好多嘢咯。我都想有钱啲啊，我想有钱啲，唔系想享受物，我唔系，我想有钱唔系想享受物质上嗰种生活啊，我系想有多啲钱去做到我想做嘅，然后可以改变身边嘅嘢。好，我又讲经，我唔讲经，我继续简单答翻大家问题。遇到咩事都唔可以放弃。冇錯，跳舞會唔會瘦？我想講做運動普遍嚟講都會 keep 到一個健康嘅身形嘅。我好難答大家瘦定肥，因為每個人瘦同肥嘅定義都唔一樣嘅。咁正常嚟講跳舞都會瘦嘅，但我真係唔希望你係為咗瘦而跳舞。籃球訪問未出啊，喺遲啲 Facebook 會有個 fan page 叫籃球地帶咧，咁嗰度就會出噶啦。咁個訪問我係打籃球，嘻嘻。支唔支持同性戀？支持，因為我唔覺得愛係會俾任何一個條件去規限到佢嘅。記得你講過，我唔中意娛樂，用中意用工作填滿曬啲時間。係啊，我唔係好在乎自己有冇一種快樂嘅感覺。即我亦都唔在乎，我唔着重於娛樂帶俾我嘅快感啊！即我就係想努力工作，因為我點解要努力工作，就係因為我人生有好多嘢想做到，係我必須要努力工作，然後先會帶到俾我嘅。然後我達到去嗰個位，先開始可以知道實行到底，因為我意識到我而家人生要做啲咩嘛。咁我一定要努力工作，塞滿曬啲時間。可能我努力工作10年，去10年之後，我終於有我需要嘅條件去。實行到我人生要實行的事啦，咁到時就可以回饋翻身邊嘅每一個人，回饋翻香港，回饋翻呢個世界。扮下火雞姐得唔得？唔得，係咯，唔好再過火雞姐啦，我係 Yanki 啊。我其實好有身材噶，起碼唔會俾人叫肥妹啊。我點多減多個肚腩喺度，我好羨慕你噶。嗱，我唔準你對自己冇咁，我唔準你唔愛惜自己住嘅。OK， 每個人嘅身材咧。好和不好呢其實是由你自己定義的，雖然我說就沒什麼說服力，但是其實健康才是最重要，我理得你是重是輕是身形橫一點大一點還是很瘦，其實沒有的，我們不可以被社會的標準去影響我們對美的定義的，因為美麗這件事是很無形的，還有對於每個人的美麗的定義又很不一樣的，所以你要愛惜自己啊，知唔知啊？要愛惜自己啊！我哋每個人都係唔一樣噶，就算啲人唔尊重你，嗌你肥妹，你咪由佢哋講咯，因為佢哋講啫嘛，唔代表你一定係噶。即係我講咁樣講，好似好抽象啦。但係我哋要記得，真係唔好將快樂嘅鎖匙擺喺人哋度咯。快樂如果係一道門，鎖匙應該要喺你自己隻手度咯。唔好咁啊，知唔知啊？先生，对不起，我
对唔住，我好努力咁复紧你啲啦。如果屋企过咗身差唔多年，但系你仲成日喊，好似走唔出呢个困境咁。呢、這个问题我唔敢乱复，但系我会话俾自己听，要慢慢学识。接受其实呢个亲人已经真系唔存在啦。咁只不过佢去咗个更加好嘅地方啦。你依旧可以去挂住佢，你去纪念佢。佢依然一直都可以喺你心里边，但系就唔好俾自己停留喺过往太耐啦。因为如果我哋人生系一条 timeline 啦，一件事啦，一条线啦，咁一路去紧啦，系咪？咁我哋呢条线上面唔同 timeline， 我哋会发生唔同嘅嘢啦。你亲人过身嗰条线，嗰、那个 point 喺呢个位，但你一路去紧啊嘛，系咪？你已经过咗噶啦嘛。但是你而家一路扯紧自己喺后边啊！你 keep 住喺呢度咧，你永远都唔会再行到噶。其实你要意识到呢件事真系过咗去啦。咁我知道，梗系讲就易啦，因为我唔系失去咗亲人嗰、那个，但系我只可以话俾你听，虽然有啲嘢你失去咗，但系你拥有嘅依然仲喺度，所以唔系要你忘记佢，但系你要记住你依一刻仲要拥有嘅啲咩，要加油。讲到咳添，如果想要腹肌嘅话，多运动，好似吃很多可以嘛？如果你想要腹肌嘅话，哇，呢、這个问题唔系就咁就答到你嘅。但系如果你要出线条嘅话，你嘅饮食一定要配合嘅噃。除非你个运动嗰个强度系劲到你食好多都可以一样出到个效果啦。如果不是，我会建议你饮食都配合一下咯。跟风事件是不是跟火一姐做了交？我没跟她说话很久了。sorry， 对不起，我要落少少，因为我呢飞不知道留言。喂 ，Hello Cherry Wong， 我有个朋友呢，她很漂亮，她叫 Cherry Wong，CHERRYWCY。喂，你要不要跟我开 live 一起 Cherry Wong？ 你开的话，你邀请我啦。将来想找哪种男仔做男朋友，其实我没有再特别去想了，因为我觉得我连自己都顾不定呢，没什么可能跟其他人一起，除非有一个人出现令到我很想再投入爱情，所以如果我不会怎么想着。可唔可以用雙刀火嘅身份分享一下揸住把刀劈落張台嘅過程？何少倫，我就嚟打你啦！你係咪好少著裙？係啊，我十年都唔著一次裙，好懶哦。Hello， 先，火雞姐會唔會選港姐？梗唔會啦！我咁样衰俾人笑啦，好欣赏你冇因为自己嘅背景而放弃人生，为自己梦想咁努力，几叻明。阿迪加多，多谢 Mas， 感谢阿米哥，我会继续努力噶，希望会令到你哋鼓励到你哋有勇气做你想做嘅嘢。我喺大埔读书噶，凌峰中学对面田以玲，哦，有间叫田以玲中学噶。我婆婆嘅厨艺系非常之好食嘅。Leon 放加油，多谢你。有啲留言我冇读出嚟，但系我系睇晒嘅。人生冇目标怎么办？不要紧，现在而家呢一刻你冇目标咧，唔紧要，因为你未去到你要意识到你人生目标嘅嗰一刻，所以唔好急，你会揾到嘅。一直都俾人骚扰点算？报警。你系咪住大埔？我好似见过你。系啊，我住大埔噶。Yanki 会唔会选港姐？唔会，因为。你望下个样子，你望下个样子，我点解选港姐呢？好正面香港，好需要更多正能量。系啊，所以我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啦。加油啊 ，Jasmine！ 如何改善五音不全？你要去想，我觉得即系你听我意见咧，我唔系唔肯俾你，但系咧，因为我自己唱歌都。好多嘢学紧啊，所以我唔敢乱教你啊。但系揾一个好嘅唱歌老师系会帮助到你。
點樣去運用我哋嘅肌肉啦，喉嚨嘅肌肉啦，我哋去點樣去唱歌，其實唱之前要識講嘢啦。所以其實我咬字懶音嗰啲其實又係好影響啦。所以揾個唱歌老師會好啲啊。Yanki， 你是食素的嗎？對，我是食素的，我食咗素年幾了。這個 live 開到幾點？開到我唔想開為止，差唔多，因為我喉嚨開始有啲痛。因為我覺得自己算瘦，但係好大個肚腩，點減好啊？嗱，我又冇見過你嘅身形，好難答到你嘅喎。會唔會你可以 focus 做多啲腹部嘅訓練？但係又冇得話局部瘦一個位喎，但係你可以嘗試做多啲針對腹部嘅一啲訓練，令到你嗰度嘅線條出啲咯。我唔知道你大肚腩係因為你腹部嗰個身體部分嘅體脂比較多定係點，所以真係好難答到你，真係好難答到你。你仲唔食飯？咁我同你傾緊偈嘛。接受自己，尊重別人，冇錯。好啦，你翻工加油啊 ，Kara。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同地大點識？我以前一開始入 TVB 做 freelance dancer 嘅時候咧，咁做 show 就識咗佢啦。之後就同佢做咗朋友啦，就幫佢喺佢間跳舞學校度教跳舞啦。咁就一齊做嘢啦，咁啊做佢嘅 dancer 啦。之後而家大家都係歌手啦，就互相交流下心得啦。然後工作上面同佢帶咗合作嘅關係啦，一齊做舞台劇。拜拜。粉嶺嘅 dance course， dance course。粉嶺好像有些青年空間都有跳舞班的，不過我很想去跳舞，我很想去粉嶺跳舞，因為我在上廁所，那就對了。你有沒有馬甲線或腹肌？我想有一點點咯。聽你答我問題，家裡過了三個條我都走回來了，感覺自己那一整年都好像算了不到他的離開了。或者你真的需要的時間比較耐呢，即每個人康復的時間都不一樣的，但是我覺得你不需要刻意給自己要康復咯，因為你越是想從過有家人過了身的這個陰影抽離出來，即你越是逼自己，反而你會越刻意，或者你會越停留在那件事上。所以我會勸或者給個意見是，有不開心的情緒不要要去消逝咯，你 keep 住，但是你生活不要冇咗生活的动力，照做你每一天生活想做的事，等慢慢慢慢那份痛转换成一份回忆，会不会好一点呢？因为我不敢乱答你，我冇试过，即系我近嚟都冇，呢几年都冇试过话失去一个亲人，咁所以，但我很希望你明白，佢系去咗一个更加舒服的地方咯。我同洋洋媽咪好熟，洋洋個媽咪咧係好多年之前跟我學跳舞嘅，咁然後我哋就 friend 咗，做咗好朋友啦。之後我仲做埋佢結婚嘅伴娘添，咁到而家就變咗好好好好好好朋友啦。分咗手都有四個月咯，大家都好似好 concern 我同阿聰之間嘅嘢噶，我同佢都分開咗四個月啦，咁即係好多人都會 keep 住問我係咪同佢分開咗，係我哋係分開咗嘅，咁但係啲人會問我你哋咪一齊翻，咁我哋又冇一齊翻，咁只不過大家而家變咗好朋友，咁會一直傾偈，會照好似好朋友咁樣，好似佢對我嚟講好似一個屋企人咁樣咯。新歌係慢歌，點先可以唔再戒手？我諗由我出院到而家冇開心過。戒手會痛噶，會流血噶。我唔想見到你傷害自己啊！我好肯定，除咗我之外，身邊都一定會有其他著緊你嘅人，係唔想見到你傷害自己，所以唔好戒手啊！冇啊，冇啊。好啦，我開多兩分鐘就算啦。有冇學過化妝？冇，冇搣咁多塊面。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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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不住啊，原来是田以玲学校，对不住。厨房啊，只蟹喺度喐啊！阿婆啲蟹未死噶。啊！等先，对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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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ki 对眼好靓啊！我成块面最中意自己就系对眼。有冇谂过做歌手？婆婆。有人留言问我有冇谂过做歌手？
我有出到两只歌，所以我想我现在是歌手。你好啊，我是来自怡宝啊，第一次看这个直播。你好，不过我就嚟完啦，对不住。我冇近视，有百几度，我几高164，食饭啦，拜拜到。丁汉 ，hello， 好，我要好快。分咗手，点解我冇继续养到丁咧？因为我自己住嗰度系公屋，咁公屋系唔可以养狗，咁所以我就冇得将肉丁 keep 喺自己度养啦。咁但系睇下冲到啦，但系我成日都过去揾肉丁嘅，放心，我成日都见到肉丁嘅肥妹嘅。问过好多次，点解可以咁靓女？你哋唔好成日呃我得唔得啊？我唔靓，阿婆啊，佢呃我啊，佢成日话我靓啊。好啦。大家，我呢个直播去玩到呢度啦。你哋问我做乜攞住个枕头？因为我唔可以唔攞住个枕头啦。阿婆，你同你哋讲拜拜。拜拜。我阿婆而家有 fans 啊，佢睇完你跳舞，觉得你好叻啊。好好奇，点解我餐餐都食西芹？因为西芹好好味。哇，我喉咙真系好痛啊。好啦，我呢个 live 就去到呢度啦。希望你今天星期六有个开心的 Saturday night， OK， 拜拜，拜拜。